各位洗笔要特别小心哦，不要把它扒开来洗。你看一下有点外浮有没有？好、哦，那下面有个收笔哈。我、哦、看一下。这边断开来，连笔写，这边也是藕断丝连，哈、哦。好吃。好吃，那个刚才同学那个有钠哈、哦，看一下，空中走笔点，这个端我们的黑铁上这个立字旁写的左右比较宽、哦嗯、我建议你不要写太宽、嗯哦、各位看一下像这么小小而且自然带勾的非常的漂亮、哦、回去试试看这边一定是齐头齐头、哦、好看一下是不是刚才那个在线？嗯嗯，有。所以你看铁写哈，不要写死了哈，它都有很多地方可以运用。